中华民国驻南非代表许佩勇即将荣调回国，南非侨界特地为他举办欢送晚宴，送上刻有“勤眷亲民，责备群侨”纪念牌，感谢许佩勇抗力的贡献。我们南非的侨民呢，对他这一任内的付出呢，非常的感恩，而且呢，几乎在有我们台湾侨民的地方呢，都可以看得到啊，大使夫人还有大使的这个踪迹。这是让我们最觉得最感动的地方。大使在南非呢，对侨界的侨民呢非常的照顾，所以也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位大使哈。那今天晚上大家从那个全南非的各地呢赶过来，那就是为了要跟大使再好好的聚一下。徐佩勇2016年到任南非代表处，三年来热心参与侨团活动。像是发放冬令物资到黑人社区，主持国庆酒会、元旦升旗等，收获侨胞们高度肯定。我要跟所有在南非的侨胞、台商、所有的好朋友说，感谢你们在过去3年3个月的时光里，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。许代表除了感谢侨民照顾外，也期许侨胞能够继续给予新任代表鼓励与支持。